前段时间《明星大侦探》第五季将要回归的消息让众多粉丝兴奋不已，有不少网友开始脑洞大开，给明侦节目组出案子建议。这其中就有一位写出了以另一大热综艺《中餐厅》为载体，以店长之死为关键的案子大纲，并起名为窒息的中餐厅。在这名网友的设定中，被害人甄店长被店员发现死在厨房，经法医检查后发现为窒息而亡。店中的五名店员都是嫌疑人，其中包括被长期欺凌的厨师长，还有不满店长随意接单导致餐厅亏损的财务。在搜证过程中，大家渐渐发现其实所有人都是棋子，而这一切都是店长太太布的一个局。这个设定让不少网友拍手叫好，称明侦真的敢拍出来的话点击会爆。还有网友晒出了和疑似明侦节目组沟通的截图，对方表示正在考虑，但也有人对这个策划提出了质疑。他们表示虽然黄晓明在中餐厅中不讨喜，但把人写死真的不至于。不过目前除了那张聊天记录，并没有节目组采纳这个案件的实锤，具体结果如何还需要耐心等待。